好，欢迎来到江苏卫视芝麻开门，我是彭于晏。我们芝麻开门节目呢，其实啊一直在秉承着一个宗旨，那就是要把大奖送给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和选手。但是呢，有些选手啊好不容易来到这个场子里面，却没有把握好机会，总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那究竟有哪些奇葩的原因，我们来回顾一下。来，请看，快快快，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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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快一点，出来，快点，赵叔，赵叔，出人，出来，人出来，人出来，快过门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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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快点快点，踩到时间了，快，好，踩到了，拿拿东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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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电脑，电脑，电脑。注意时间，注意时间，差不多了，好，走走走，鹏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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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鹏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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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鹏程，鹏程，鹏程，他听不到，他逃着，我们一起喊他的名字好不好？鹏程，这很明显有三种不一样的形式啊。第一种，人心不足蛇吞象，贪心死的；第二个，回来找死的；还有第三个。看完第三个，我终于理解了，大力士的世界我们平常人是不会懂的，一直在那边玩，一直在那边玩。所以呢，刚刚看完这个是目的什么呢？其实是提醒今天所有的选手，千万千万注意。虽然在台上答题的朋友，他们要，很用力，并且呢很用心去答题，可是，在台下抢礼物的这位搭档，也要拿出自己实力来，好不好？千万不要这样白白的送死了。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两人搭档。一人答题赢取开门时间，一人在关门前讲奖品，三轮过后选手可选择退出或继续挑战，第六轮为终极挑战，选手在90秒内答对全部十题即可赢得所有奖品。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现在您收看的是由中国涂料领导品牌嘉宝丽漆独家冠名播出的芝麻开门。嘉宝丽漆七彩家庭剂，让家美丽，让爱放心，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本节目由红牛维生素功能要特别播出，有请我们的第一组选手。观众们好，观众朋友们好，大家好，大家好。来，自我介绍一下，我们是律政佳人组合。我是吴浩鑫，我是边梦桥。哦，来自哪里？西南政法大学。哦，西南政法大学很有名啊，这个学校。我是学法学的，也是政法院校的。但是然后我是政治学院的，所以说我们叫律政佳人。你们想拿什么东西回去？就是我比较向往那种海滩椰林树影水清沙白那种感觉，挺好。然后他就比较向往那个海滩上那个花花绿绿的星星点点，什么这个比基尼。有吗？有吗？有吗？没有啊，没有，没有，没有。所以我们就想去一个很多比基尼的海滩。有很多比基尼的海滩，你能告诉我哪个海滩比基尼多吗？我也想去。好，那所以今天怎么分工呢？你看我手长腿长的，所以这回我想来答题。像我的话就是跑1000米，我体育特别不好，所以说我去拿奖品。所以今天要反着来玩是吗？对，就是想学法学的那个思维肯定是不一样的，都锻炼一下。好了，那就互相鼓励一下，马上开始了。这位辩护人，你准备好了吗？我准备好了，法官。好了，开庭。开庭。加油！加油，边边！加油！加油！加油！首先呢，是一个默契考验的题目，预备，开始。来，边边，你看这是5个字，然后它是一种吃的，天津的，嗷嗷嗷，这是什么动物？狗尾包子。啊，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个，这是几？这是几？一一。那个，我们经常去公园，然后去山上要坐一个有绳子的那个车。缆车，缆车。对对对，缆是第二个字，对。然后一览无余。对对对对对，很好很棒。那个跟吴奇隆一起演那个《步步惊心》的刘诗诗啊，对对对，棒棒。
非常棒，边边非常棒。没有没有，你比划的好。是吗？谢谢谢谢。好，那么接下来到正式答题的时候了，你们有了次免答权，免答权可以任意一关危机的时候使用它，使用的方式摁一下，明白了吗？好的。好了啊，边边加油，边边加油。预备，开始。八个选项，你要选择什么？我想一想啊，不能选一个太简单的，也不能选一个太难的啊，就文学吧。好，文学题。你选文学？选文学怎么了？别说了。好好好，答题。九十秒答对三题，送过来。预备，开始。五字成语出自《红楼梦》，望着高楼发愣。高楼，五个字的成语，不知道，过。小说人物法宝有晃精神等，来，请看这个是谁？有晃精神，独角大王还是？不是，多想想。金角大王，金角大王。中篇小说的是沈从文，翠翠的爱情悲剧。围城，不对，那是啊，和我一个姓那个边城。小说人物国际魔法师联合会主席，来，请看这是谁？那个叫什么来着？知道。什么想想，邓布利多。好，五十关。非常棒，你赶紧一会儿给我一个温暖的抱抱。等我抢完东西再说吧。十秒钟，预备。就拿门口了吧。芝麻开门。就门口拿，哎，好好，慢点，好。我拿的有点多，我发现。不过你特别稳，你知道吗？稳，因为我很沉稳。对，你很沉稳。他学法律的吗？那会有实习经历吗？你们都会有？会有很多这样的实习经历，是吧？在我心目中，我觉得一个律师肯定是在 CBD 里面工作，然后穿得很光鲜亮丽。但是我去实习的时候，我是满怀憧憬，我打扮漂漂亮亮的，然后一下车，200多个大妈。就这样围过来了，就拉着我问，他们有很多的诉求。过后我又去见了边边一面。他这种人就属于那种天天不拿发胶理个半个小时不罢休那种，最后已经整个人都炸了，真的。第一天实习，然后没有做好那样准备，就发现其实就是这种特别基层的这些百姓，其实更需要法律的关怀。对，理想和现实还是有差距的。对，是一般就是什么。穿着光鲜亮丽啊，然后就是各种判高大上的案子，只有在电视剧里面才有。对，来看看第一轮你们拿到奖品是什么？煎烤锅、家用迷你桑拿房、桑拿房、婴儿润肤露、彩色遮阳伞。遮阳伞给我。接下来你要选择哪个题目？看，想一想。我从小都爱运动，然后这回就选一个体育题。好，这是个很明智的选择。九十秒答对四题，宋冠准备好了吗？好的，答题开始。篮球运动员，北京队主力前锋，曾扣碎篮板的是翟小川。棒！跳水女运动员，2012年伦敦奥运会3米板单人冠军是吴敏霞。足球教练，西班牙人，中泰之战惨败后下课。卡纳乔。体育赛事，南美足协主办，2015年中国将参加的是。南美杯。慢慢想。过。F1 车手，西班牙车手，这是谁？阿隆索。好，恭喜我们。对了，我都不知道。棒！真是练过。这个最后一个完全是懵的吧？不是，有一点印象，当时我真的知道了很少赛车手。棒！出了我一身汗。哇，已经很不错了。所有赛车手，我就认识一个韩寒。同意哥，我要玩那个海岛游的游戏。好，接下来是海岛游的游戏了啊！30秒，预备。芝麻开门。就像月亮照黑道，拥抱地球闪耀，在我的心中写下惊叹号。有了你，倒出来了。人都倒出来了，哈哈。神魂颠倒。干嘛打这个？你的微笑变成了。失身了！你都倒出来了！我没办法，我看不见。你都到脚上，你没看见吗？团结哥，你让他上来一下。我刚刚发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关键点。不是，我觉得这东西好累啊。
你知道你为什么这样吗？他为什么会倒出来呢？这个女孩吧，她一般爱美都爱穿高跟鞋。这男孩呢，并不是每个男孩都能像彭宇哥哥一样，这种又高又帅。有男孩为了弥补身高的不足，就会穿一种叫做增高垫。我说你，他在学校黑我就算了，他居然拿这来黑我。然后这个东西我以前看节目的时候观察过，因为他本来尤其是你倒着的时候，他那样是很费劲的。如果脚底下垫了东西的话，你跑的时候你就整个重心就这样了，那么明显好吗？所以你的意思就是他现在穿了增高鞋垫是吗？对。我们能别说这样明显吗？反正我主要是为了一会儿你闯关的时候可以多考几轮。你看你刚才倒了多少，我连线都看不到。你现在穿了增高鞋垫吗？没有啊？是没还是有？穿了，可以看看吗？您要看看吗？人家这种身高够的人的从来都没有见过。因为我好奇，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增高鞋垫长什么样子。不是，您都把我你们见过吗？没有见过增高鞋垫。好，那个我从来没有展示过。这样，来，你先扶着，扶着，扶稳了。哎。离远一点，一会儿熏着你。请问这个为什么要分层啊？你自己介绍一下，这是你的大宝贝，你赶紧介绍一下。观众朋友们，这是一款高档的增高鞋垫，它具有防臭、除湿等功能。您看，它有两款。重点是，它可以让一个娇小玲珑的你变成一个高大威猛的你。你像有时候我们这个节目也会来一些个子特别高的嘉宾，他们就总是希望我过去，而今天我特别想过来。我过去可以吗？你知道什么叫腿长吗？我的腿可以不长，但是它可以粗，你知道吗？对呀、啊，哎，我突然发现，哎，起胸了，你看。好开心啊！男人何必为难男人，你知道吗？一定要这样吗？一定要这样吗？这样你不过你这样跑的话会方便很多。你先让我把鞋穿上。鞋穿上。因为你这样很容易崴到脚。是。好，来我们看看这一轮你们拿到的是什么礼品哦。放手。哇，这个礼品太好了。还是拿着吧。他们刚刚第二轮拿到的礼品是恭喜获得车载空气净化器。月光宝盒10秒钟，适合你脱掉增高垫的时候。换句话说，就是待会儿他们进去的时候会有60秒的时间了。啊！哇，月光宝盒10秒。另外还有一样礼品是礼物盒里面的，是增高鞋垫。正好你这个快穿完了，这个就送于你吧。我绝对不跟你抢，没关系的，没关系。彭宇哥要吗？不要。没关系。我不需要。我这双送给你怎么样？你留给彭宇哥做纪念。我不要。我用不上，挺好，是好，那我们继续好不好？好的，好的，好的，那我就，哦，我忘了说一句话。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没有增高垫的鞋。你看他眼神好狠。我料你现在很受伤，很受伤。吴浩鑫，哎，你待会儿跑的时候啊，可能会要多几轮的奔跑了，因为有时候腿短的话，跑的频率必须要加快。看过那个小仓鼠没有？跑很快。好，来，我们第三轮，请看。音乐吧。好，音乐题。听歌会多一些。音乐题 ，music。90秒，答对5题，算过关。预备，答题开始。经典老歌陈慧琳演唱的《红茶杯》，来分你一半。分你一半，不知道过。应聘题流行歌曲12星座，来请听。慢慢想，慢慢想。不知道，过。一辈子的孤单，喜欢的人不出现，下一句是。喜欢的人不出现，出现的人不喜欢。真棒，真棒。应聘题流行歌曲华晨演唱，来请听。华晨。卡斯诺的礼物里边的，对对对，想灿烂专家，对对对，流行歌曲许嵩演唱的《埋葬深深爱着的你》。什么？我不听他的歌，过。流行歌曲张惠妹演唱的《谁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是谁先说永远的爱？记得。对对对对，柴米油盐酱醋茶，下一句什么？柴米油盐酱醋茶，家家都需要。我不知道，过。
影视歌曲《后宫甄嬛传》片尾曲刘欢演唱。这个知道，这个知道。凤凰于飞。华语男歌手，常回去看看庆祝。那特别帅，特别帅，那个叫什么来着？特别帅，那个蔡国庆。哎，对的，是的。最后还有十秒，你看吧。好，接下来我们要看他怎么样奔跑啊！这一轮你有六十秒的时间。好的，好的。六十秒，预备。一个没有增高鞋的男人，在人生的道路上面奔跑。等一下，我问一下啊，我问一下，你是觉得就我们那姑娘把你全身弄湿了以后你不舒服，你把我们姑娘身上也弄湿了是吧？我不是故意的，刚才滑了一下，然后我很明显的看到你是故意去倒她的。真没有。你下回如果这样的话，咱们这样啊，咱们的数码宝贝，待会儿把里面换开水。不能这样。错了。你现在最大的问题在于你每次倒水都没有倒进去。对，你每次都是差一点儿。知道为什么吗？你可以多跑一步，因为人矮了。你第一次穿着增高鞋垫你也没倒进去。好，成我的问题。你可以多往前面跑一点点。好的。跑一点点。第三轮他们拿到的奖品是恭喜获得洗衣粉。你还有浪漫烛光晚餐。烛光归你，晚餐归我，好吗？好的，可以，都可以。哎，等一下啊，你把烛光给他呀。是点在他的照片前面。没有，我们不是有一张那个您的签名照吗？然后点在我照片前面，就每天早上起来，晚上睡觉之前都还上个香是吗？还谢谢你们啊！客气。好了，三轮过后要继续闯吗？继续吧，还没完呢。那还我们下一轮要答几道题？答对几道题？下一轮要六道题目，你还有一次免答权。我觉得可以，我们俩换一换。你下来跑会儿，我真不行了。你能行吗？我看着办吧。你要不行，你那个汉道友，你买给我呗，那机票。好，咱先换。好吧。我一身的汗。水。好了，开始正式答题啊。好的，来，请看。历史肯定不选，因为当年高考没及格，但是地理拉了不少分，所以说我选地理。好，地理题加油，浩鑫哥哥。好的，九十秒答对六题送过关，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答题开始。外国城市达旦自治共和国的首府。达旦不会就过。城市名的猜谜，红色的山，内蒙古城市。哦，那个，赤峰，三省交界的地方。城市位于台湾省的西南部，热兰遮城。桃园，台南。著名的海岛位于广西北部湾，中国最大的火山岛是。中国最大火山岛，广西北部。好好想。海南岛。多猜几个。过，先过。国内城市特首，来，请看这是哪里？维多利亚港湾湾那个。香港。北欧国家，首都是奥斯陆，峡湾风光。斯堪迪纳维亚半岛的那条线叫挪威。中国名山位于四川的西部，中国道教发源地。那个峨眉山。道教。青山。多猜。过。国外城市，南半球最大城市是哪里？悉尼歌剧院，悉尼。外国城市，乌克兰首都，俄国城市之母。那个。好好想。
免答学。嗯嗯嗯。圆圆，你加油。你太棒了。吓死我了，请叫我地理小王子。小王子。加油了你。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免答全都已经用过了。是骡子是马就是这一趟了啊，就是反正就这一趟了呗，反正就这一趟了、啊、我要拿不出来你别怪我好心哥哥。没事儿，您是什么样咱是什么样好吗？嗯，好的。70秒，预备，芝麻开门。出前门，面冲南，有个面铺，面冲南，面铺外挂着一个蓝布棉门帘，挂着那个蓝布棉门帘，面铺还是面冲南，给他挂上那个蓝布棉门帘，面铺还是面冲南。出前门，面冲南。哎，你看他这个就很好啊，他这个水平不到一个蓝布棉门帘，挂上那个蓝布棉门帘，面铺还是面冲南，给他挂上那个蓝布棉门帘，面铺还是面冲南。好，前门，面冲南，有个面铺，面冲南，面铺外挂着一个蓝布棉门帘，给他挂上那个蓝布棉门帘，面铺还是面冲南，给他挂上蓝布棉门帘，面铺还是面冲南。好了，前面加油，再来一趟，加油！最后了，边加油！边加油！最后了，快！拿钥匙！好了，边拿钥匙，快！解锁！快！边快！抓紧时间！快出来！不拿了！快出来！不拿了！哇！边，你胜吧！那我来接您吧。所以我觉得他玩游戏的完成度比你高太多了。是吧？累死了！你看，你用了30秒加60秒，一共90秒时间没有把它完成，但他就用60秒就把它完成了。我跑几趟，刚才你帮我数了。反正我们完成了，我们有了。我都没数了，我们有这个。所以恭喜第四轮你们拿到的是足部按摩仪，还有由嘉宝利奇提供的塞班岛美丽放心班。谢谢。你看我这鱼身了。我也湿了。好了，那所以现在你们还要不要继续？我们不要了。不要继续了是吗？你等会儿，我们一会儿还要生活题，对不对？对，算了吧，冰冰。算了，我们知足常乐，见好就收吧。成。好，那所以问一下，被告和原告，这个塞班岛游，你们究竟想怎么样划分？再说吧，这就是刚才我那么拼命去拿的，就是他是有男票的人，然后我是想说给他去就成，我可以看着比基尼就成，你给我拍点照片回来，我给你拍点比基尼，哦，好轻松，最好了，归你了，真归你，真的，真归你了，哇，好棒，好嘞，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突然发现，原来穿增高鞋的男人也是那么大方的。好了，那再次感谢两位大家，谢谢。哦，对，签名照别忘了。好嘞，签名照。拜拜。哎，小心那个铁链。欢迎回来，本节目由让家美丽让爱放心的嘉宝利奇独家冠名播出，同时你可以登录江苏卫视芝麻开门的新浪官方微博，以及我的个人微博，以及我的个人微信公众账号参与互动讨论，有惊喜哦。有请我们的下一组选手。Hello， 大家好。文宇哥好。我们是来自广州的，我是闷骚王子李浩乐。Yeah，我是娇娇公主张娇慧。耶，好，所以你们两个什么关系啊？就是来这里，我是想向所有观众宣布我们结婚了。对，刚结婚吗？是吧，刚结的婚。谢谢。什么时候结的？就今年3月份。没有，还没结，其实是没结，只是领证了是吗？对，没有办婚礼吧？对，因为很少人知道，所以呢现在趁这个机会来告诉别人啊，告诉大家，观众人民，我们已经结婚了。所以就是告诉大家，然后你就是请帖等那笔费用都省了。也可以这么说吧。哦，你们就是很精打细算的。是啊，对呀，你看，所以这个
从事什么工作的？好，我呢是在广州教钢琴，我是一名钢琴老师。哦，钢琴老师。对，然后教5岁到12岁的小朋友。那现场观众，你们有这样年龄的小朋友吗？如果有的话，有足够的学生，我可以留在南京的，可以把他撇了。哎、好，飞哥，你以后的孩子我还可以教一下哦。怎么了？不是，我算一下。可以的，那你估计还要等个10几20年来。哇，要这样子吗？5岁到10岁啊。那个李浩乐呢？你啊、我是做网络漫画师，我们都是搞艺术的。我是画画，他是搞音乐。对。哦，两位艺术家到这边来是有什么心愿？想拿走什么？我呢是想玩那个一国游，就是踢足球是吧？对，是啊，踢足球啊。嗯嗯。怎么分工啊？老公去踢足球吗？不，我来。是你去踢球是吗？对。他一看到那些奖品就会小宇宙爆发，加油！好了，那就互相鼓励一下，马上开始了。好 ，baby， 南部打理 ，go！ 谢谢。接下来我们看看默契考验，预备开始。啊，老公，我说经常说你好那个。矮的反义词是，第一个四个字，矮的反义词是，啊，矮的反义词是高，对，小的反义词大，啊，四个字，高大上，高大什么？高大英俊，四个字，高大上，高大什么？高大英俊，高大英俊，高大强壮，高大什么？高大强壮，高大，说你好帅又壮，高大威武，哎，差不多，差不多，还有一个，高大威风。好，下一个，下一个。你能不能把那个字说出来？我急死了。那高大威什么呀？高大威风啊！笨死了你！下一个，下一个。周杰伦现在的女朋友是谁？好，不知道。啊对。昆凌。对。好啊，这个我不会唱啊。第一个字是什么？啊？已经出一次了啊！时间也到了。我很想让你知道那个是高大威什么？高大威武。好，再换一个字，换一个字，高大什么？高大威什么？高大威猛。啊！你现在才想起来呀？你就把那个猛字说出来又怎么了？就是啦。怎么了？把我给急死了。好了，接下来正式答题了啊！好，来请看，八个选项，你要选什么？我看了4年的电影，先选影视吧。好，加油啊！影视题，加油加油！90秒，答对3题送过关，准备好了吗？准备好，答题开始。国内导演《我爱我家》中国情景喜剧之父是，那个，英达。日本动漫人物《天神牙》的主人是谁？啊，对，我知道，这是犬夜叉他哥哥萨森丸。哦，厉害！国内电视剧《山西人口大迁徙》，杜淳饰演田青。不知道，没看过。过。外国电影《让盲人走出家门》，请问这是什么？过。国内女演员牵手饰演王纯，大丈夫饰演顾小妍。这个，过。过。电影中的角色陶学威，这个是饰演飞虎队第一杀手。这个知道，我是周星驰的粉丝，忠实粉丝啊，周星星。好，恭喜过关。好了，你的老婆要10秒钟时间啊。好，预备。10秒。芝麻开门。宝宝，现在右面两钟啊，先来右面呢、啊，先来右面、啊。虽然我拿的很少，可是我已经好开心。宝贝，我厉害吗？厉害。你为什么这么开心？喜欢。哎，我都喜欢。很喜欢，什么？我头的夹子头都喜欢。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都一瞬间我觉得巨肉麻无比啊，好酸呐、啊！我心在砰砰跳，知道吗？恭喜获得空气净化器、烘焙面包机。好了，刚好都我们家要需要的。你们平时都这么秀恩爱吗？是啊，在大庭广众之中，在光天化日之下，是啊，又怎么啦？搭公交车坐地铁，
都会很多人无端端会围观。你们一般怎么秀恩爱呢？在公交车上你们会怎么做？么么哒么么哒么么哒，因为你看到他这样，所以很多人都会很吸引别人的眼球，看大大咧咧，然后说你会羞愧的走开吗？不会啊，他很享受。其实我有一点点害羞了，说实话，我会抱着他，不让他说话。所以他的性格就是那种外放的，是吗？是啊。好了，第二关，请大题来，请看。七个选项，你要选的是？选生活吧。生活题。加油啊！九十秒答对四题，算过关，准备好了吗？准备好。答题开始。小品李琦、何冰等，西安、北京、上海丢钱包。这个不知道，过。网络词汇源于篮球迷的争论，音译是 you can you up。 李行李上。卡通形象虚构小狐狸是谁？那个李什么李啊？什么李？什么李？什么李？不要紧张。什么李啊？小梨，红梨，不知道，不知道什么梨，还鸭梨呢，不什么梨，过了，过。贺喜用词生男孩，把玩玉石。生男孩，嗯哼，过。职业标志起源于法国厨师克莱姆，手艺越高长度越长。过。花卉有收敛保湿的护肤功效，又名黄金盏。过。房屋类型面积小，房价低，这是什么？这个过。中国节日今年正合下西洋，每年七月十一日。那个鸡尾酒种类需一口气喝完的，这是什么？什么普什么过。过，时间到了。我要哭了。真的没想到。我要哭了。佳慧报一次名，参加这个节目不容易啊。宝宝不好意思。怎么办？你要陪我，陪偿我。好吧，我到时候带你去旅游。嗯，我要意大利跟英国跟法国。好，没问题。你都还没有展示出人家输了，我要玩游戏呢。宝宝，不好意思啊，我们下次再报名好不好？啊，来一次好不容易，现在这样敷衍我，你不好好学习啊你，啊？好吧，我是生活白痴。张佳慧，你可以上来了，因为不能让你们再腻歪了，观众的牙都要酸掉了，待会我们要现场剪牙，你知道吗？好了，所以李浩乐，你是一个漫画师是吗？是啊。你有为你自己的爱情来谱写漫画吗？有，所以今天就希望带来了这个舞台，希望鹏宇哥展示一下你的作品是吗？啊，哇，这是什么？这是相识的那天嘛，相约的第一天。还记得昨天那个夏天？哇，好可爱哦！约会的羞羞答答，好可爱哦！第一次牵手后，掌心便可以感觉到对方的心跳。那一次亲吻不经意的自拍，却成为我们经典的镜头。这都是你画的哦？是啊，全部都是我画的。这是我们来参加这个节目。只剩寂寞跟沉淀。所以这是你的礼物，他不知道是吗？你看过这个吗？他没有看过。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看这个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感动，但是刚刚看你们这个我觉得好肉麻。有这种感觉吗？很感动。哎，你现在还需要问他爱你吗？你觉得他爱不爱你？爱，我知道他很爱我。那你为什么每次还要问他爱不爱你？我就是喜欢问。对，就喜欢问，这是一种习惯。女生就是喜欢问这个问题。好好抱抱他吧。
虽然什么东西都没拿走，不过我们还是要祝愿你们新婚快乐，好不好？好，谢谢，加油了，谢谢，谢谢，拜拜，好好过日子哦。欢迎回来，本节目由让家美丽让爱放心的嘉宝丽希独家冠名播出，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本节目由红牛维生素功能药特约播出，有请我们的下一组选手。欢迎哥好，欢迎哥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好，大家好，我们是来自辽宁鞍山的我的绯闻女友组合。绯闻女友组合是吗？对。黄博宇感觉很激情澎湃啊。还好，这时候可以问一下吗？问一个可能跟现在你这个答题没什么太多关系的问题啊。可以问。就你这个毛衣在哪里买的？好像小了一点。大头。是啊，你可以把前面那几个扣子都扣上吗？能扣上吗？上面两个。这个太胖了，扣不上。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胸没那么宽，是可以的。完全 OK，no problem。没关系啊，可以的啊。可以的。那我们能不能再用再另外一个实验？我们用力能不能把它崩开？来啊，一二三，嚯！哎，可以的，没事的，可以的。一点问题没有，一点问题没有。瘦啊，苗条，还行，还行，还行啊。好，我为什么叫绯闻女友？我俩吧，其实就是单位的那种单身大户，上班好几年了吧，一直也没找到对象。但是嘛，我们有很多的同事朋友呢，就把他介绍给我，就把我介绍给他，这样就被绯闻男友女友了。你们是互相看对方不顺眼是吗？也不是，其实我背地里吧给他发过好几次短信了，但他不给我回呀，那对我没有意思啊。你为什么不同意他呢？同一个，这个就跟我们今天的心愿有关了。心愿是什么？之前一个月的心愿吧，他是说现场要对我表白，说我是他的女神，然后说那个我带你去欧洲十国游行不行？但现在的心愿，彭宇哥，你问问他自己。其实现在的心愿吧，也是欧洲十国游，但是呢，也不能是跟他去了。我这段时间吧，一个月我已经找到我自己的正牌女友了，有了一个女朋友啊，我就不能再和他去了。那我朋友女朋友吃醋怎么办呢？所以你有女友了是吗？对，他有女朋友。那女朋友来了吗？来了，跟他穿情侣装。哦，也穿的是红色毛衣是吗？对对对。那你为什么不跟女朋友一块来上节目呢，还带着他同事来呢？因为报名的时候吧，就是我说我俩一起报的名。报完名之后吧，就找到他了。他也得答点题，给我点奖品，作为我的补偿啊。所以报完名以后，你才开始找到女朋友的。对对。换句话说，就是报完名以后，你才错过他的是吗？那好吧，算错过吧。好，接下来，欧洲十国游是你们想要的礼物对吗？对。怎么分工？我答题，我去跑，去拿东西啊！我去跑跑田路，全是我跑。B 字形的就适合于答题。是这样的，秦娜啊，那个天路呢，跑起来真的很疼。对呀，他一点都不心疼我，就有了正牌女友以后，我就忘了我这个绯闻女友了。是这样的啊，我的意思呢，就是疼的是你，去的是他们。不，这我一定要争取，我自己去，我就跟我未来的男朋友去。你现在也没有男朋友，就不如就把欧洲十国游让给我们，成人之美了嘛。黄宇哥，你看他多欺负我。好了，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比赛，好不好？好。好了，我先过了一下，马上开始。我们两个好一口，芝麻开门斗三斗，加油！加油！首先是一个默契考验的题目，四道题答对三道就可以获得一次免答权，预备开始。那个几个字？几个字？四个字。啥玩意儿？就是成语啊？是啥呀？两个字，到底几个字？这个是什么？五指、食指？不是，这个是什么？对，然后两个字，那个是英什么中什么中文，还有叫什么？手文？不是，掌纹。那个叫。有个科目叫什么文？聋哑人怎么叫什么文？英文。聋哑人怎么比划？口语，手语。过，太笨了。四个字，咱们也经常吃的那个
前两个字是一个地名，然后两个字是吃的，就是吃的那个，哎呀，演出来演出来吃的面条，对对，前面兰州拉面，对，太聪明了，来下一个。下一个是四个字，就是小孩儿，那个就是特别特别着急，四个字就是饿。你儿子饿了？哎呀，喂奶吗？不是，嗷待哺。给儿子喂奶。四个字啊，亲，四个字。等一下，你给儿子喂了，你给儿子喂奶，你这个给儿子喂了是什么几个意思？就跟你什么关系？我的嗷待哺。哎呀，我的搭档太呆萌了。好了。没有关系，我相信你。看样子你跟他是没有什么太多默契。默契，对。你也不可能跟他有默契。不是，原来时候吧，他就问我2月14是啥？嗯，我对他跟我说那个，我说2月14号是什么？他跟我说清明节，我说2月14，他跟我说端午节，太没有默契，情人节都猜不出来。我这27年了也没正经过情人节，他没过情人节，他就不知道情人节吗？对，我哪知道11月11号是光棍节呢？可能你女朋友就看上你这一点，什么都不懂，太呆萌了。再说了，这个我也不知道清明节是哪一天，因为我从来没有过过清明节。哎呀，好吧。好，接下来我们开正式答题了，没有免答权。嗯，来，请看，8个选项，你要选的什么？我吧，来节目之前看了好多的书，4部少儿百科全书。又看了百科全书啊，又看了《荷马史诗》。嗯，《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嗯，所以我第一轮要选择历史题。好，历史题。90秒答对3题，算过关于背。答题开始。先秦诸子之一，名家思想的鼻祖，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应该知道，你应该知道。孔子、孟子。加油！清朝历史人物平西王，来，请看清楚。吴三桂。对，外国历史事件：美国独立战争导火索，亚当斯率众将商船茶叶倒入大海。这个叫，我想想啊，这个好像是波士顿清查事件。近代历史人物统治山西的38年，三不二要主义。这个应该叫阎锡山。好，来了。好。好了，请看你有10秒的时间啊，10秒钟，预备。那你好好抢啊，把那个我抢回来。芝麻开门。抢这儿的儿，来，拿走，走。不好意思，我本来还想抢很多，但是我手太小了，只能拿两个。那也挺好。拿两个，没有。拿两个归谁呀？拿两个，给你，都给你。秦娜，你今天拿的所有礼物都是给他的吗？我只要欧洲十国游，因为天路是我跑的呀。等一下，欧洲十国游，你愿意给这个女孩吗？我现在当然不愿意了。我根本就不能愿意啊！我有对象，我干啥让他去啊？他自己没有一个人，他上欧洲他也孤单呢。你看你，我被你粉了，你有这么长时间都没有男朋友，都快30了，你觉得容易吗？你现在有女朋友了，你都不想你娜姐，不地道。哎，所以你哎，女朋友，你愿意他们两个一块去欧洲十国吗？当然不愿意啊。你是担心什么呢？我想去欧洲十国呀。那现在就。问题就来了啊，欧洲十国是两个人去的，但是你们有三个人。我相信娜姐肯定会给我俩的。哎呦，这属于夫唱妇随是吧？没有，有戏了咱俩。那这么的，那当观众朋友面，我也不能那什么。嗯。咱抢出来再说呗。行。咱把这个东西拿出来。你好好答题，加油。所以先把东西骗出来再说。那肯定的。对吧？对。那他也抢不过我呀，我这么大体格的。那也是啊。好了，再说你们家两个人呢，是吧？2-1。啊。对啊。所以你们家女朋友不反感他的存在是吗？啊，不反感。他们关系像姐妹。都挺好的，我俩审美可一致了。你们俩审美可一致？啊，是，就是我俩喜欢什么东西吧，我俩都喜欢。然后跟他一说，他就完全都不懂。我俩特别好。所以你们。两个女孩喜欢的东西都是一致的，但是除了男朋友，别解释啊、哦！除了男朋友，解释太多就是掩饰。很多时候，女生的性格就这样的，
东西给他他不要，不属于他了他才抢。没事，我会有更好的，我相信。有时候啊，有时候作为男人的要刻意的有意无意的培养一些假想敌，让自己有一个假想敌，你才能过得好。也是哈，当然了。哎，彭宇哥又教会我一招。刚刚第一轮你们拿到奖品是恭喜获得遥控汽车、儿童行李箱。哎呦，这给我儿子啊，这给我儿子。给你，给你。来看第二轮。第二轮，我原来是我们学校的文学社主席。我就从上往下选吧。文学，文学题啊。90秒答对4题，送过关于背。答题开始。歇后语丈二和尚，下一句是。其实简单，加油加油。摸不着头脑。宋代词人石林诗画，苏轼赠诗《一树梨花压海棠》。这。万亩千流什么？词人的名字。词人。不会先过，不会先过。成语比喻在困境中互相救助，来，请看这个是。相濡以沫。外国的话剧一生名作，让他摆脱玩偶地位，离家出走。哎，这钢矿，玩偶之家。古代典籍《西汉藩王刘安吉门客编》，塞翁失马的出处是。好好想，好好想，别紧张。过过。水浒人物卢俊义的心腹亲随，请看图。哎呀，浪子燕青，36号。好，这我赢。耶！哎，放心吧，我要跑天路了。30秒，预备。芝麻开门。辣姐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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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辣姐。辣姐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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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加油！辣姐加油！辣姐加油！辣姐出来了！辣姐，辣姐出来了！出来！让让！出来！出来！大家都要抢东西！抢东西！大家出来！出来！娜姐，平时让你多吃点东西，你看你那么瘦小，连两个沙袋你都拿不动，哎呀，太不像了。你是这样的啊？你自己试试多疼。幸好他瘦，他要是像你一样的话，就卡住了。对呀、啊。娜姐，我就告诉你，来节目之前多吃点肉，多吃点肉，你也不吃。多吃点肉也不能长脚底板上啊。哎呀，哎，你刚刚为什么一边奔跑要一边尖叫？太疼了。那个我在原来在淘宝上买了一个童话，我想试验一下，现场根本就不是那个感觉，太疼了。我站着就疼，然后拿两个沙袋，我已经下不来了，我都没有勇气再上下一轮。大姐接着往下冲。我已经不疼的不行了。哎，那就相信你，你一定会成功的。秦娜是这样的啊、疼不疼？疼，特别疼。艰不艰难？特别艰，淘宝同款完全没有用。是，那我问你啊，拿出来的欧洲十国游归谁？我，肯定是我。不同意，肯定不同意。不同意也不行。问一下他，如果不同意给你的话，不同意，十个沙袋你就拿9个气死他们。好，是吧？好。那你去不成，你还欧洲十国，你铁岭去吧你。好。好。所以第二轮他们拿到奖品是儿童学步车。好，重点是这样的，还是先拿出来再说。对，重点是把这个，对吧？来，请看第三轮。你对娜姐的表现怎么样？满意吗？你满意？你觉得她能拿出来吗？我告诉你，八个沙袋，我画了大大的问号，够呛，够呛。我还觉得你够呛能拿完呢。你先答完题再说吧。好，第三轮你要答什么题？第三轮我要答。就是往下来吧，地理题。地理题啊。90秒，答对5题，算过关。预备，答题开始。外国城市肯尼迪遇刺小牛队。达拉斯小牛队。对。外国建筑韩国总统官邸，来，请看这个图片是。啊，这个是朴槿惠总统住的，叫青瓦台。国内江河，贵州第一大河，别名是钱江。慢慢想，慢慢想。过过过，
国内群岛中国最大群岛长江口以南的是？叫普陀山的舟山群岛。江苏县级市紫砂壶，请看图。这个是江苏的县级市，这是。我想想啊，不会相过。国内城市山东省中部泰山的所在地。这个我去过，叫泰安。气候种类干旱少雨，撒哈拉沙漠典型气候是。这个叫热带沙漠气候。好，恭喜过关。我自己觉得出紫砂壶的地方叫宜兴，对，宜兴紫砂壶是很有名的啊，就在我们江苏。好，接下来，秦娜，你有50秒的时间。又的该轮我了，太惨了。多拿几个会好一点，就可以少跑两趟。我一共只能拿2个了。加油啊！好，加油。50秒，预备。芝麻开门。多疼啊！你看，见长江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波澜。听不见，高考明天没来了，朝夕相遇。人生得意须尽欢，人各取所不满意。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四海一场雾，寒气和雅俗，水深海深，一地烟波。听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波澜。听不见，高考明天没来了，朝夕相遇。人生得意须尽欢，千金散尽还复来。太疼了，人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人，出尔虞我。非常好的呀，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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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冲啊，回来时间啊，回来别跑了，不能不好意思，太疼了，实在是太疼了。不好意思，实在太疼了，你不要试一试。娜姐，娜姐，那个，你先上来。是这样啊，那个，他现在没有拿到欧洲十国游啊，你会怪他吗？说实在的，说实在的，我内心真的特别特别想去。嗯，我知道你特别想去，我今天也想让给你们两个，因为你们俩刚刚在一起，就无论怎么样。大家其实都挺祝福你的，就派我过来赢这个奖品，然后就是祝你俩以后一定要好。没事，娜姐，没有了，咱再挣。嗯，好。来，我们把它放出来吧。来，放。哇，走路都疼。哇。脚疼不疼？我走路都疼，你想疼不疼？我给你拿去。以前不知道怎么疼，结果走的都疼。很疼吧？很疼。看到自己男朋友帮别的女孩穿鞋，感觉怎么样？没什么感觉，都麻木到没感觉了。没有，我知道他怎么回事就行了。我觉得是这样的，当一个女人心痛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她就没感觉了。好了，所以什么都没拿走，怎么办？没事，还有这段回忆吗？能见到彭宇哥，对，能来到这个芝麻开门的栏目，我感觉。我已经很知足了，就没白来是吗？对呀、啊，看到那现在这个欧洲十国到底怎么办呢？你说你好不容易27岁是吧，谈次恋爱，然后女朋友刚刚已经表达了非常非常想去欧洲十国，怎么办？彭宇哥，你给我赞助一个人的，剩下的我自己挣。关我什么事啊？彭宇哥，你看也不让他看。你女朋友不是我女朋友。对呀、啊。好了，那所以祝你们幸福了。哎，谢谢胖哥，谢谢胖哥，欢迎哥，拜拜，谢谢大伙呀。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了。柴米油盐半辈子。
芝麻开门光棍节之夜，救救我吧！他如何搞定女友一家？希望把这个送给我的岳父岳母。妹妹喜欢什么，给她抢什么。加油！加油！加油！我很心疼的。没事没事没事吧？有儿子比有姑娘好。彭宇又有怎样艳遇？你还做了菜给我吃的呀？不会是背后的？下周二晚22点，芝麻开门，敬请期待。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参加我们节目的话呢，请按屏幕以下的方式来报名参加。要感谢让家美丽让爱放心的家宝利器的与本节目大力支持，感谢红牛维生素功能药对于本节目的支持，以及感谢百度百合网还有新浪微博还有 PPTV 的大力协助。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好，谢谢各位，拜拜。芝麻开门光棍节之夜，救救我吧！他如何搞定女友一家？希望把这个送给我的岳父岳母。妹妹喜欢什么，给她抢什么。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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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心疼的。没事没事没事吧？有儿子比有姑娘好。彭宇又有怎样艳遇？你还做了菜给我吃的呀？不会是背后的？更多精彩尽在11月11日晚，芝麻开门。